相信演唱会，我相信演唱会，我相信演唱会，欢迎来，欢迎来，欢迎来上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助理，不是助理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雷宝。我们第一开始要访问一下我们师姐叮当，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大海的戒指这么繁忙之中，就是很累嘛，对啊，如何保养自己的皮肤？来，我们有请叮当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叮当。皮肤这方面有没有什么？只要一有时间就立刻睡。是睡内还是睡外？有没有喊交工？不好笑，但来来来，当天不要走，当天。因为我习惯，我就是坐在凳子上面，我习惯会这样子，这样子侧，所以有时候会侧侧侧侧侧弯，所以呢，我有一个好的武器，就是这个热水袋，你靠在腰上，或者有时候问一下，剑心，放在腰上是不是就是靠腰的意思？哎，是哎，靠腰靠得好。靠腰靠的妙，靠腰靠的呱呱叫，靠的腰就靠腰，靠的背上。那如果肚子饿呢？肚子饿就肚子饿。OK， 有个冷的一段啊，你要访问第二个。来搜寻一下，安在那玩手机、欸。不然这样好了，你现在自拍一张上传，说我们在，我相信我们三个，因为我们是。你可以接受吗？你可以接受？对啊 ，IG 会有我们。你可以不管就擦掉。私生活有你们。可以吗？你可以接受吗？不是啦，不是这样子。怎么样？你先说。接受，只是我不会自拍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帮你拍手机。我们就会继续拍。我们会来。先这样子。没有，不是一定要你来举，坚持。先这样子。不行，坚持。先这样子。来来来，你拿。接下来访问。剑心兄，他蛮好笑的，大家赶快多了解他一下。你是不是有微博可以加一下？先加我的微信，加微信，我微信很私密，是公众的吗？不知道自己。你是不加自己？加你自己的微信干嘛？你要 promote 你自己，你要加公众的，加微信，加我微信，摇一摇附近的人。而且这段很不错。上台前会紧张。上柴犬，上柴，上柴犬，哪一只柴犬？该问到哪里？来的，我不知道怎么接。快打来来来，给你拿给你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弄完就下班了。我还有什么问题？还有什么问题？问他几岁了？这边，敷衍一下，快了，时间。来，哎，严爵今天吃了什么东西？哎，听说队友今天这个还没来讲，你还没让他问我答完呢。为什么这次来？你觉得为什么会长这样？哦，我也不晓得。你可以回答多一点。那你可以问好玩一点吗？没有啦。好吧，你问。好了，那我问一个有趣点。那你这次来为什么长这样？问完要笑啊，就会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了。为什么长这样？阿翔，明天再说，好，退下，See you tomorrow。